没有厨房啊，卧室啊，夫妻二人或者情侣两人在家里相互用对方作为健身器材的话，有没有什么高难度的？有，先来终极了，先不要高难度。对，先来终极。好，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它给了我一个辅助，因为女性的上肢力量会弱，尤其生完宝宝，但是我们又要强化肩的力量，是为了瘦手臂。然后我呢，给了它一个负重的力量。你刚刚不说你想要更强壮嘛，所以就会比俯卧撑等于是负重俯卧撑。双人锻炼衣，负重俯卧撑。女生将双脚落在男生背上，双手撑地，支起上半身与地面垂直，男生做负重俯卧撑，是一个既能帮助女性紧实腹部，也能让男生更加强壮的双人动作。来，杨老师，你们俩试一下。这个动作其实有点难，先试一下吧。你可以，我不一定可以，对吧？背打直，肌肉。我们一个进一个一个来。好，先是简单版本的。1、2、3，撑起来。好，然后呢是难度版本的，就是动起来。Level 3，我们有海信 H 十手机语音自拍功能，加大难度是松开一个手要喊拍照，说拍照就拍了。茄子，咔嚓。